好，大家早。反正也是到电子上来哈，因为我平时呢一般是在电子上的动作多哈，但现在呢，因为疫情期间呢，大家都是坐在这个椅子上，在电脑前，所以说呢，我尽量找一些可以站着练锻炼的一些动作，一些体式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脚尖和脚跟是不是垂直，像数字11一样哈。脚跟，是与肩同宽，就很轻松的这样子站立一下。好，我们垫起脚跟来哈，脚跟起来，脚尖着地，在这里呼吸，好像激活一下自己的脚尖的末端神经一样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慢慢的脚跟落下。哎，微微，你看让谁进来一下？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个那个电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还是脚跟起来，脚尖着地，看看脚跟可不可以再抬高一点点。我们现在用右手呢来划圈。从前面滑到后边，慢慢的滑圈，尽量张开右肩膀，我们滑，像好像一个仰泳的姿势，只是用右手来，右手臂来滑圈。好，我们再来两圈，脚跟一直保持的。还在悬在空中一样，最后一个，好，我们放下脚跟，好，脚呢前后晃一下，就好像刚才就像不倒翁一样哈，脚跟不用抬得太高，脚尖不用抬得太高，就调节一下自己这个胯部哈，好，我们平稳的站立一下，脚跟起来。脚跟再抬高一点点，好，我们晃动左手臂了，从前面滑到后面，慢慢的从前面滑到后边，充分打开左肩膀的感觉哈，从前面滑滑滑到后边，再来两个。最后一个，好，慢慢的脚跟也落下，脚尖和脚跟晃一下，脚跟不用抬得太高，就像不倒翁一样。好，我们脚跟落地，现在呢，脚跟抬起来，两个手臂都高举，从前面滑到后边，慢慢滑哈。然后尽量把脚跟抬得高高的，悬在空中一样。嗯，再来三个。保持自己的稳定性。最后一个，好，慢慢的脚跟落下，还是脚尖和脚跟前后晃一下，不倒翁的晃一下。好，脚跟平稳的站立在这个垫子上哈。好，我们现在的脚跟还是起来，我们两个手肘呢，像这个仙人掌，一个仙人掌的姿势，手肘。是垂直的哈，好，我们吸气呢，两手高举，手臂是直的，呼气来到仙人掌，是，吸气，呼气，脚跟一直是悬空的，吸气，呼气，再来三个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。
呼气，最后一个，吸气，呼气，好，慢慢的两手臂放松一下，脚跟放松一下，还是脚呢前后晃一下，像不倒翁的一样晃一下。好，我们静止的站立一下，现在呢我们是右手高举，脚跟抬起来，左手呢手掌往后，手掌心朝后。 我们前后晃一下我们的手臂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放松一下，换手臂，脚跟抬起来，右手往后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 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放松一下。好，这是我们的热身运动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到垫子上了，来到我们的这个桌面视线哈。能看见我哈？好，桌面视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右腿踢出去，踢到后面去。 右腿踢到后面去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右脚跟呢踢到我们的身体的右边，啊，一个吸气呢踢到后边，呼气踢到你的身体的右边，吸气，后边，呼气，身体的右边。好，我们再来三个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 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好，右膝盖先回来，我们左右呢晃一下我们的胯部。好，我们加一个动作了哈。吸气呢，右腿踢到后边，左手抬起来。 我们呼气的时候呢，左手到侧边来，右脚到侧边来，吸气，到中间，呼气到侧边两边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再来三个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最后一个，吸气。 呼气，好，慢慢的放松一下，左右晃一下你的这个臀部，左右晃臀部的时候，也是一个调整自己的这个胯部和骨盆的一个机会哈。好，我们另外一边了哈，好，左脚跟踢出去，呼气呢，左脚跟到身体的左边来，吸气，踢到后边。 呼气到侧边，吸气，呼气，再来三个，尽量保持自己的胯部呢是稳定的哈。再来两个，好，慢慢的放松一下膝盖。 左右晃一下我们的臀部，好，我们要夹手臂了哈，右手先抬起来，左脚再踢到后边，好，我们伸展到两侧，吸气到中间来，呼气到身体的两侧，吸气，呼气。 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最后一个吧，吸气，呼气，好，慢慢的两手和膝盖都放松，左右摇晃一下。 是不是开始出汗了？
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右膝盖呢弯曲，右脚跟呢顶去天花板哈，好像你的右膝盖是与这个地面平行的一样哈。好，我们要踢这个右脚跟去天花板，就好像你这个右脚跟要顶去天花板一样哈。我们做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保持右膝盖不变，我们把右膝盖放到侧边来，一个他们叫小狗尿尿的姿势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是保持呼吸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上下晃动我们的右膝盖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放松一下你的右膝盖，左右摇晃一下。好，我们静止一下哈，来到左边的膝盖了。左边的膝盖呢，好像与地面平行一样，左脚跟踢去天花板哈，我们用左脚跟来顶天花板一样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左膝盖打开，左胯打开，在这里呼吸，左膝盖是悬空的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上下晃动我们的左膝盖，一上一下，一高一低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左膝盖回来，婴儿式的拉伸，放松一下我们的手臂，额头放松在垫子上，在这里呼吸，聆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呼吸的声音的美妙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桌面式哈，刚才是膝盖了哈，我们现在呢是要右脚跟呢踢出去，左手呢指向前方一样哈，我们是把这个左手呢握拳一下，左拇指指去天花板，我们在这里上下晃动我们的右脚跟和左手指，在这里呼吸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到两侧了，右脚跟踢到身体的右侧，左手伸展到身体的左侧，我们来上下晃动五次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回来，左右摇晃一下。好，另外一边哈。好，我们左脚踢出去，右手往前延展，右手握拳，右大拇指指去天花板，好，上下晃动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到两侧哈，
右手到两侧，左脚踢到身体的左侧，上下晃动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放松回来，婴儿式的拉伸，尽量伸展开你的背部和你的手臂，在这里呼吸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再回来我们的桌面式，我们要翘起脚尖来，来到我们的下犬式，臀部翘起来，下犬式拉伸一下，三个深呼吸，尽量把脚跟靠到地面去，好，我们吸气，右脚尖顶去天花板，呼气呢，我们在这里晃动我们的右脚尖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弯曲一下我们的右膝盖，身体往前，右膝盖好像要靠住你的这个右手肘一样哈。好，我们吸气，右脚尖踢去天花板，呼气，右膝盖往前，身体往前倾，右膝盖找你的右手肘，我们再来三个哈，吸气，踢到天花板，呼气，右膝盖找右手肘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最后一个，吸气，呼气，好，慢慢的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下犬式哈。在这里呼吸，感受到一下自己身体力量的增强和自己体内热量的增强。好，我们要练一下左边了哈。一个吸气呢，左脚尖顶去天花板，呼气，左脚尖放下，然后一上一下的晃动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弯一下我们的左膝盖，左膝盖找你的左手肘一样。吸气，左脚尖踢回天花板，呼气，左膝盖靠近左手肘，吸气，呼气，再来两个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好，我们回到我们的下犬式，在这里放松一下我们的膝盖，在地面上婴儿式的拉伸，放松额头，放松手肘，感受到自己体内能量的增强和力量的增强。好，我们现在呢要锻炼一下手腕哈。我们把这个右来到我们的桌面式先哈。桌面式之后呢，你的这个右手背呢来到地面上，你的右手掌心是朝天花板的哈。在这里充分拉开我们的这个右手腕周围的经络，呼吸，三。
二，一，好，右手回来哈，左手呢，手背朝地面，左手掌心朝天花板。三，二，一，好，左手回来，现在呢，换一个方向，右手指尖呢，指去你的膝盖。三，二，一，好，右手呢保持不变不回来哈，左手呢换一个方向，左手指尖呢指去你的膝盖。三，二，一，好，你直接呢把手背呢放到垫子上，两个手背都放在垫子上，然后一个呼气呢是手肘弯曲向两侧弯曲，吸气呢手肘伸展开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再来两个。充分打开我们的手腕周围的手腕关节，周围的让它的血液流通。好，慢慢的回到我们的桌面式，然后再来一个婴儿式的拉伸。好，慢慢的我们的回来我们的桌面式之后呢，下犬式，翘起屁股，脚尖翘起来，然后是脚跟落地，下犬式，在这里呼吸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我们要弯一下膝盖了，手掌心抬起来，脚尖和手尖做支撑。好，我们一个跳跃呢，来到垫子的前边，两手先放在我们的膝盖上，前屈式的伸展，在这里呼吸，脖子是放松的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现在我们是把这个食指呢往前伸展，两个手合十，然后食指往前伸展，在这里呼吸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我们上下晃动一下我们的手臂，十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手掌回到我们的膝盖上，一个吸气，两手画圈朝上，整个身体伸展，呼气，慢慢的身体往前倾，手画圈朝地面，吸气，手来到我们的膝盖上，呼气，我们给身体一个全身的放松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画圈哈，吸气，两手画圈朝上，呼气，慢慢的画圈朝下，吸气，手掌来到我们的膝盖上，呼气，全身放松，尤其是颈椎和肩膀完全放松的感觉。好，再来一个，这是简单的拜日式，吸气，两手画圈，呼气，两手画圈朝下，吸气，手来到我们的膝盖上，呼气，全身放松。好，放松之后呢，我们是手放在垫子上，手指肚呢支撑做支撑。好，一个大跨步，右
脚来到我们的身后，就是我们的骑马式。骑马式之后呢，调整一下自己的骨盆。好，吸气呢，两手高举。呼气呢，我们是一个侧转哈，右手呢还是在身体的前方，左手呢在身体的后方，这一个侧转。在这里呼吸，保持自己的稳定性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右手来到垫子上，左手举去天花板，在这里呼吸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一个吸气呢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侧转。右手是指去前边的，左手是在你的身体后边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右手再回到我们的垫子上，左手高举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吸气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侧转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的右手再回到垫子上，左手高举。三、二、一，我们再来一轮哈，吸气，身体回到我们的侧转，呼气。三、二、一，右手放松在垫子上，一直尽量保持自己的稳定性哈。三，晃都是自然的，不要紧。二、一，好，我们放松一下，左手在垫子上，左脚去找右脚，来到我们的斜板式，慢慢的是平板式哈。两手腕夹紧，啊，弯曲。一个吸气，来到我们的眼镜石，蛇式哈，或者是上犬式。好，呼气，来到我们的下犬式，在这里呼吸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膝盖弯曲，手掌抬高，我们一个跳跃，来到垫子前边。两手来到我们的膝盖上，这是 half monkey 哈，也叫这个前屈式。在这里呼吸，想看看一下你的感受一下你的这个肩颈是不是放松的。二、一，好，一个吸气，两手画圈朝上，呼气画圈朝下。吸气，手掌来到膝盖上，呼气，完全放松一下。好，两手来到垫子上，我们另外一只脚往后迈了，左脚尖往后，先调整一下自己的骨盆哈。你在这里不调一下你自己，不调一下自己的胯部，不调整自己的骨盆的话呢，等一下就很容易晃的哈。好，吸气，两手高举，呼气呢，一个侧转哈，左手在前边，右手在后边，对，就感觉到这腰侧呢是有一个扭腰的一个动作哈。三、二、一，左手来到垫子上，右手高举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抬起来，侧转。三、二、一，左手来到垫子上，右手高举。三、二、一。抬起来胸椎，
三、二、一，左手来到垫子上，三、二、一，再来一轮，胸椎是往你的身体的侧边直去的，三、二、一，左手放松在垫子上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右手回到垫子，右脚去找左脚斜板式，来到我们平板式了，两个手肘弯曲一下，慢慢的来到垫子上，吸气，眼镜蛇，呼气，下犬式，在这里呼吸，三，调整自己的呼吸，二，一，好，脚尖着地，手掌心抬起来，我们要跳到垫子的前边了，来到我们的Half monkey 前屈式哈，在这里呼吸。如果你的颈椎那里呢觉得紧张的话呢，你要调节一下哈，就是充分让自己对这个肩颈放松有认知感的一个机会哈。好，吸气，两手画圈朝上，呼气，两手画圈朝下。吸气，两手来到膝盖上，呼气，完全放松，好像鼻子要找膝盖一样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吸气，两手画圈朝上，呼气，画圈朝下。吸气，手来到膝盖上，呼气，完全放松肩颈，好像头顶去找你的脚尖一样。好，两手呢，我们用手指肚呢点在垫子上哈，两手指肚着地。好，右脚尖跨到身后，还是稳定一下自己的骨盆呢。如果你刚才那些侧转的动作做得很晃的话呢，就是骨盆不稳定哈。我们要在这里先稳定一下自己的骨盆。好，吸气，两手高举了。呼气呢，我们是两手臂一前一后的晃动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把手臂呢往前倾，在这里呼吸，好像只去45度的角度一样哈。三，能感受到你这个左膝盖的力量在激活哈。二，一，好，我们要一个踢腿呢，把右脚抬起来，也是调整一下骨盆哈，因为你的这个右骨盆容易比这个左骨盆高哈，因为你的右腿抬起来了哈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要下意识呢调一下，把这个右边的这胯部呢和左边的胯部呢调到一个平衡线的一个感觉，平行线的感觉哈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我们要踢右腿了。十、九，一上一下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好，右脚放松，两手来到我们的身体两侧，
好，一个吸气，两手画圈朝上，呼气，慢慢的画圈朝下，吸气，两手来到膝盖上，呼气，两手放松，头顶去找脚尖的感觉，鼻子去找膝盖一样。好，两手呢点地了。我们刚才是右脚出去哈，现在我们要左脚迈到后边了。在这里呢，要注意调，就一秒钟来调整一下自己的骨盆，对我们都是增强稳定性很有帮助的哈。好，吸气，两手高举，呼气，前后晃动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身体往前倾，好像这个右膝盖整个这个力量都被激活一样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们一个蹬腿，把左脚抬起来，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胯部哈，因为很自然的呢，因为我们都是这个胯部不稳定的话呢，左胯就比右胯高了，因为我们的左腿是抬高的嘛。所以说呢，要下意识的调节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左脚跟一上一下晃动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，加油，四、三、二。一，好，慢慢的左脚放下，两手放下。好，我们来到一个高山流水式哈，两脚跟呢好像比胯呢稍微宽一点点，两手掌往前指去前方，手指尖指去地面，一起做三个深呼吸，想象一束从天而射来的光芒从头顶射到整个身体，然后从脚跟射出到地面，想象这道光芒从食指射去地面，自己整个身体充满了无限的光芒和热量。好像自己生成一个升高，成为一个巨人一样，俯瞰大地。好，最后一个深呼吸。好，慢慢的两个脚跟回拢在一起，两手合十在胸前。好，做一下我们的这个五体投地式哈。脚跟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慢慢的做一个深蹲。深蹲之后呢，两手放松在垫子上，膝盖来到垫子上。我们做我们的匍匐前进，用胸膛呢胸椎呢去找垫子，尾骨翘去天花板，然后匍匐前进，像一条蛇一样。好，两手呢自然的伸展去前方，放松额头，放松你的肩颈，放松你的颈椎。好，两手掌呢朝去天花板，我们用额头敲打垫子，
三，二，增强自己的脑功能。一，好，两手合十在你的脑勺上侧，在这里呼吸，无比的珍惜感恩自己每一个呼吸。好，两手来到我们的肋骨两侧，抬起来，胸膛来到我们的下犬式，在下犬式拉伸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用手呢走去我们的脚尖，走去脚尖之后呢，一个吸气，两手高举，呼气，两手合十在胸前，然后脚跟相对了。好，我们来到我们的深蹲，深蹲之后，两手来到垫子上，膝盖来到垫子上，来到我们的桌面式，用胸椎去找地面，尾骨去找天花板的感觉，然后让胸椎匍匐前进一下。好，先自然的放松一下整个身体，尤其你的额头和颈椎。完全放松的，好，手掌心朝天花板，用额头敲打地面，三、二、一，两手合十在脑勺上侧，三、二。一，两手来到肋骨两侧，脚尖朝着地，胸膛抬起来，臀部抬起来，下犬式，充分伸展开自己的手臂和背部，大腿的后侧无限的伸展的感觉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用手走来我们的脚尖，两手画圈朝天花板，呼气，两手合十在胸前，好，脚跟合拢，我们来到一个深蹲，好，两手着地，我们的桌面式之后，用胸椎找地面，尾骨找天花板，好，匍匐前进，好，自然的伸展开我们的双臂，额头是放松的。好，手掌心朝天花板，用额头敲打地面，三、二、一，两手合十，三、二，一，好，两手来到肋骨的两侧，脚尖着地，胸膛抬起来，臀部抬起来，下犬式，三个深呼吸，再下犬式，感受到自己整个身体的一个伸展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用手走来我们的脚尖，两手画圈朝天花板，呼气，两手合十在胸前，脚跟相对，在这里静止一下，感受到自己的深呼吸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今天我们就时间就先到这里啦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今天感觉练得怎么样啊？大家挺好的，最主要是练臀部呀，我感觉是，
臀部，因为你经常现在都是在家里做的，所以说我就找了一些动作练一下我们的臀中肌、臀小肌。嗯，要挺不的好的。话都是坐在沙发上，坐在椅子上，挺好那的。一块的那个 那一块的血液都比你跳综吧强多了。跟综不差不多了，真的，但不一样，那那是综在吧，你动要跳啊。1个小时以后，你才能跳出那么多汗来。也不是，我这一动会儿就是汗，就冒汗。你这是容易出汗型的，对，对，哎，真的是薄了冒汗，用心练不知了，道，你这是。对，不知道别的。